减肥新知真相大调查。吃爆米花可以减肥，爆米花的热量比麻辣还低吗？爆一碗的爆米花，那对我们来讲，它等于才吃了四分之一碗饭而已。那Madonna是用这个方法。最近有一个人用穴道断食，一个月瘦了23公斤。谁呀？